孩子有这五种表现，说明智商很高，尤其是第四种最为稀缺，家长们点赞收藏。第一，爱说话，话多的孩子思维能力强，尤其是在阅读写作方面，家长们一定要好好培养。第二，好动，好动的孩子往往实践能力特别强，应该往有价值的事情上进行探索。第三，爱搞恶作剧，设计一场恶作剧呢，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，说明这个孩子的策划能力非常强。第四，爱发号施令，这一类孩子是天生稀有的领导者，家长们不要打压孩子的天性。第五，爱问最多的为什么，说明孩子的好奇心非常大，往学习上引导，日后定成为学霸。如果咱家孩子有以上五种表现，但又不知道如何去培养孩子，每天早七晚八走进我的直播间来学习吧。